拥有一双迷人的美腿，干净的双脚是女生一直期待的，但是一不注意，老旧脚皮、脱皮、厚茧、死皮、足后角质就出现了，开始藏污纳垢、皲裂、恶臭、变丑，更严重的是脚底问题接着一直来，无论您怎么刮、使劲磨、用力搓，还是无法清理干净。现在新一代美脚科技发明了，荣获台湾新型专利认证，外销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，狂销热卖电视媒体杂志报道，神奇到让艺人名模纷纷人手一机，爱不离脚。玛丽有如 F1 赛车的新一代 Blazing 电动去角皮机，将您的老皮旧皮瞬间磨成粉末，恢复光滑细嫩肌肤。短短几分钟，您马上又可以穿上凉鞋、高跟鞋，大方展现迷人美腿，露出致命无瑕的干净脚踝了。现在我们做去角质肌的耐磨测试，左边是一般马力不足的主机及劣质的浮石错头，使用时断断续续，马达运转不顺畅，颗粒粗糙不规则，不但不好磨，而且容易磨伤肌肤。而右边是伯利新去角皮机，马达强而有力，运转顺畅，好磨好控制，高级水晶砂头，细致耐磨，绝不伤肌肤，让您轻松去角质，有如 F1 方程式赛车马力般强力的 Blazing 电动脚皮机，每分钟高达2万转，马达不易烧坏，更可以一次就将纠缠已久的硬皮、死皮完全清除，这不伤害原始皮肤。再加上 Blazing 电动脚皮机操作简单，连细微狭窄的指缝间都可以随意更换粗细水晶砂头来进行保养，水晶砂做刀，只要用水清洗就可以恢复成像新的一样光亮哦。透明收纳盖设计，可收纳替换垒头，非常方便，放包包、带出国皆可使用，是爱美爱健康的您必须随身携带的秘密武器哦。接着我们做一般脚皮机做不到的防飞溅比较，左边是一般主机，无防尘盖设计，去角质时脚皮粉屑马上乱喷乱飞，非常不卫生。而右边伯利新去角皮机超强马达，快速好用，独特的防尘盖设计让屑屑不会乱飞，只要以画圆圈的方式就能轻松去角质，磨到哪里马上就变得粉嫩光滑哦。电动去角质机100%台湾制造，最快可达到2万转速，可将硬掉的死皮全部清除，让粗厚角质的后脚跟也变得细嫩光滑，使用前装入碱性电池，简单的打开开关就可以轻松去除角质了。去完硬脚皮后再擦上您的护脚霜，维持脚部肌肤滋润与柔软。唯有100%台湾制造电动去角质机，2万转速的高强力马达才能对付累积多年的厚重脚皮。主机马达享有台湾原厂保固，终身耗材垒头通通买得到，买一次用很久，买得安心，用得更放心。现在前100名购买者还要赠送您抛光海绵美甲棒，您可先用粉红色一边先磨出指甲弧形，再用白色细砂抛光您的甲片，不论是手指甲、脚指甲，立即亮晶晶，让您迷人的双手与美脚立即吸引众人惊艳的眼光哦。现在我们做他牌与伯利新去角皮机的马达比较，左边是他牌主机马达，马力一般不到4000转，很明显马力不足，如果碰到粗厚脚皮、多年死皮，恐怕转转停停实在是很难用的。而右边的伯利新超强马力，最高达到2万转，使用时高速平稳好操作，不管粗的、厚的、丑的、崎岖的，统统一击搞定，果真不是盖的。
手续，不需要太大的力气，不需要花费时间清洁整理，去掉多余的粗厚角质，交给 Greasing 就是这么的轻松 easy。只要打开开关，在需要的部位进行去角皮，就可以轻松的去除角皮。MIT 台湾制造，荣获新型专利认证的新一代 Blazing 电动去角皮机，贴心的防屑保护盖设计，不让角皮皮屑四处乱飞。依据角皮厚度，两段变速磨皮力道，保证不痛又不费力。有面积大专用的圆形锉刀，和面积小专用的尖形小锉刀，可让你任意选择需要的部位，不管哪种角度使用都 OK。换上尖形水晶砂锉头，连指缝、指甲旁的死肉也可以轻松去除。高级水晶砂头加上人体工学浮石颗粒，绝不伤肌肤。超高转速20000转，将死皮瞬间磨成细粉末，让你的老废脚皮吓到魂飞魄散。享受将脚底抛光的快感，电动的快速去脚皮，有效又轻松，不需技巧，不费力，不会流血，不会痛，瞬间去除脚皮，还你细嫩脚丫子。